世界互通，时事互融，时事对对碰。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时事对对碰第二部分的节目时间。今天直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有社民联的主席陶君衡先生、副主席吴文远和秘书长桂思杰。就是讲开现在香港的政改方案就通过了，主要都是因为就是民主党方面支持了这个方案。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下现在香港经过了这个政改方案之后，那个政局即是那个政治形势是怎样？咁當然從即係中央政府嘅角度嚟講，即係你回歸13年，一直都覺得即係土地就回歸啦，主權就回歸啦，但民心係未回歸嘅。咁民主黨今次即係同建制派一齊去支持呢個政改方案，對佢嚟講，對中央政府嚟講，就可以達到即係呢個和諧社會嘅目標啦，係咪？即係香港嘅主流嘅社會力量都係支持，即係呢個特區政府之餘咧，都係支持呢個中央。咁當然咧個。問題不是在於是不是拿到即係多數的問題，香港人過去咁多年面對一啲嘅即係政治同埋社會嘅啲問題同埋矛盾，是不是可以透過咧即係呢個政改方案之後咧，係一一解決，先至係問題嘅核心。例如貧富懸殊嘅問題，而家香港已經成為全世界堅尼系數最高嘅地方，即係話佢嘅貧富懸殊係最嚴重的。大部分嗰啲基層同埋弱勢嘅市民咧，而家係開始咧面對緊咧係你。即係工作嘅時間非常之長啦，同埋你嗰個嘅待遇咧非常之可恥同埋低嘅問題。咁呢啲先至係日後即係你成個特區政府需要面對嗰啲嘅問題啦。咁就當然我喺我哋嘅角度，即係成個政治嘅制度固然係其中之一樣嘢，係導致到呢一啲嘅問題惡化啦。因為你功能組別裏面，你攞翻而家08年立法會選舉之後嘅立法會睇到，60席裏面嘅30席功能組別有14席是自動當選，而呢一啲嘅組別咧，大部分係同啲大商家、大財團咧有密不可分嘅關係。除咗幾個界別之外，可能都數唔出，即係五隻手指就係例如教師啊、社工嗰啲，同佢冇乜利益關係之外咧，大部分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制度裏邊咧，繼續強化呢一個官商勾結，令到即係啲大財團、大地產商喺呢個過程裏邊係得益。咁呢啲先係我哋。相對上是比較關心，即係希望，即係唔會因為政改方案，民主黨已經轉咗態啦，民主黨已經係投咗去建制派嘅陣營裏邊咧，係而令啲問題惡化。民主黨啊，咪通過咗呢個政改方案咧，即係有佢哋嘅支持底下通過咗啦嚇。立法會裏邊咧，咁如果你哋社民連咁樣，我想話支持某一啲嘅方案，有一啲嘅議案要通過嘅話，咁單係憑呢個現有泛民嘅票數嚟到講，咁其實通過嘅機會都比較渺茫一啲嘅噃。咁會唔會就個別嘅議案，就個別嘅問題，會同民主黨大家係會磋商一下，大家合作咧？其實對社民連嚟講，這個問題就好容易嘅啫。因為我哋有比較清晰嘅政治綱領同埋政策綱領，咁邊一啲政策我哋會支持，邊啲政策會反對咧？其實我哋已經係清清楚楚喺我哋嘅文件裏面咧寫咗出嚟嘅。咁所以對社民連嚟講，我哋唔會因為嗰個係民主黨支持嘅而我哋反對。同樣道理，我哋都唔會因為嗰個議案咧，例如最低工資或者係公平競爭法，民建聯反對咧，我哋就走去支持。即係我哋嘅做法咧，係按我哋自己嘅政策綱領嚟做。就政改方案一役之後，確實大家喺個政治嘅原則同埋路線上咧，有一個好嚴重嘅分歧。但係日後咧，當然我哋睇翻唔同嘅議題嚟，即係做一個決定。咁今次你哋嚟到北美洲啦，去咁多個城市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究竟想做啲乜嘢咧？或者我講下啦，過往即係呢幾年。即係由呢個社民聯成立到舊年年尾開始，我哋話要推個五區公投運動。其實好多喺美加嘅朋友咧，除咗出錢出力之外咧，佢甚或喺我哋5月16號投票之前，有啲特登飛翻香港去幫我哋做義工。咁我哋呢一次嚟美加嘅目的，其實最主要第一就要就住呢一班咁熱心嘅香港人，我哋要過嚟親身答謝佢啦。另一方面亦都探討話喺呢邊，我哋究竟有冇一個空間？甚至乎話有冇一個需要去設立一個支部，因為我哋都想能夠同呢一班支持者個關係能夠更加緊密，而喺將來嘅一啲社會運動當中又好，或者一啲香港嘅政策範疇，我哋收集意見嘅時候呢，作為我哋喺香港，當然我哋當局者啦，我哋都好想聽一下啲喺美加嘅朋友，佢哋比較抽離一啲佢哋嘅睇法係點樣，令到我哋喺去
對某一個政策去制定一個我哋自己的綱領或者方向的時候呢，能夠有一個更加全面的睇法。咪講到話北美洲呢，好似今次你哋訪問嘅幾個大城市啊，包括咗洛杉磯啊、三藩市、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同埋紐約咁樣啦，咁其實都係好多華人聚居，咪尤其是香港人聚居嘅大城市嚟㗎吓。咁所以當中嗰個影響力呢就係不容忽視㗎。華人呢咁其實對於香港啊或者係中國又好或者台灣都好啦，咁點樣可以幫助得到即係佢哋當地自己本身嘅發展或者係政改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嘅參與嘅咧？其實我哋可以藉著啲支部嘅成立啦，就可以經過我哋成個組織多啲同海外嘅華人聯繫，亦都藉著我哋支部嘅成員咧，可以將我哋香港嘅民主發展啊，我哋社會民主嘅理念咧，透過海外嘅華人社會咧，慢慢咁樣滲入出去。因為呢個有另外一個效應咧，就係可以藉著海外嘅華人。將我哋社會民主嘅理念反過來出口轉內銷，帶翻去俾身在中國或者我哋香港海外華人嘅親戚朋友嘅。嗯哼，海外華人呢其實就唔係話淨係講到係一啲政改呀或者啲政治方面呢有啲嘅參與啦，其實好多時發生一啲嘅天災人禍，咁需要捐錢呀，需要係即係要捐血等等呢，咁海外嘅華人亦都有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就可以話即係出錢出力咁樣㗎。咁講返去香港方面啦，咁香港呢出年年底就有呢個區議會嘅選舉㗎啦，咁你哋社民連方面咪對於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呢有咩嘅部署呢？咁我想問返一下呢，就係副主席吴文远先生啦，或者我都可以简单咁讲下下年嘅区议会选举情况啦。咁全香港有400多个选区，咁下年咧泛民主派，即系除咗社民以外咧，其他泛民主派嘅盟友咧，佢系打算出选嘅区域都只系得嗰200个到。咁传统以嚟啦，其他泛民主派嘅盟友咧，佢哋都以一个比较公理嘅方式去睇個區議會選舉嘅，即係話呢佢哋只係會派啲有機會當選嘅區域呢，佢哋先至會參選嘅。咁樣形成到呢香港嘅成個區議會呢，就到目前為止都係俾建制派即係民建聯同工聯會壟斷。咁我哋社民連呢就延續我哋五區公投嘅精神啦，就唔希望可以俾我哋香港市民有機會去就佢哋自己嘅區域呢去有一個代表去表達佢嘅意見。所以我哋就打算呢，無論個區嘅勝算有幾低都好呢，我哋都盡量派候選人去參選。目的一就係可以俾我哋新一代嘅年青人吸收啲選舉經驗啦。另外呢都唔想俾建制派可以咁容易就咁自動當選，所以無論啲區有幾難打都好啦，我哋都盡量派完嘅。咁到目前為止咧，我哋都已經有成50-60个候選人咧係確認咗會出選嘅。咁嚟緊呢一年裏面咧，我哋都會積極咁樣去籌款啦，同埋去邀請新嘅特別係年青人咧，就出嚟從政參選。咁我哋希望啦，剩低嗰200多个即係泛民主派唔會出選嘅區域，我哋都盡量會揾到人去挑戰建制派。咁大家會唔會係就住一啲選區嗰個候選人方面，大家會有啲嘅安排、一啲嘅妥協或成咁樣嘅咧？到目前為止，我哋社民連依然係同泛民主派有共識同埋協調嘅。咁所以我哋只係會就住啲泛民主派唔會出選嘅區域，我哋先至會去參選嘅啫。咁今日咧都好多謝三位咧，咁上到嚟節目呢度咧，同大家一齊講翻一下而家香港嚇即係面對呢個政制改革咧，嗰個政治形勢方面嘅一啲變化啦嚇。幾位亦都係相當之忙碌，咁今日離開卡加利之後咧，會去到多倫多添噶啦喎，係嘛？係。咁亦都祝你哋咧今次呢個旅途咧一切順利啦。好，多謝三位，多謝曬。